2月13日上午9:45，一位叫炎炎烈日的网友粉丝留言问我：小胡子，都说奇瑞艾瑞瑞8非常优秀，那么和大众新款速腾相比，哪个更出色？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镜头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，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车主，如果再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了个建议，帮助帮助他。那么这个速腾的级别定位首先就比艾瑞瑞8要好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比它好太多了，比它高一级啊，对不对？首先艾瑞瑞8如果能和速腾相比就已经赢了，那么我就看看艾瑞瑞8有何德何能能和这个速腾相去并美。首先我们就说关键部位啊，其实预算100,000出头买车的，买的就是个发动机变速箱的稳定性。尤其是我们老百姓买车了，开个6-7年5-6年以后，发动机变速箱哪个最稳定，哪个没有毛病，我们就选谁，是不是？别的那时候也啥也不看了，看它也没有用。艾瑞瑞8搭载一个奇瑞自家研发的 1.6T 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，197的马力，290的一个扭矩。这款发动机优点就是说非常皮实耐造，自保保万公里，而且只需要加92号汽油就完事了，知道吧？运作成本很低，发动机声音很小，而且匹配的是一个格特拉克的7-4双离合。这个变速箱是世界三大变速箱供应商之一，德国的啊，很优秀，并且奇瑞使用多年了，在这个翼虎8、翼虎7 Plus 还有翼虎8 Pro 啊，是不是都使用过，调教的非常优秀，动力很好。那在它那个中型 SUV 上都可以的，在这个翼虎艾瑞瑞8上面更加没有问题了啊。百公里加速只需8秒，很优秀。变速箱你像奔驰宝马都在使用，包括说奔驰的 A 级啊，宝马的 E 系 X1 啊，都在使用，很不错的，知道吧？那么速腾2023款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内饰我就不用说了，外观大家都一看能看到，一查能查到。速腾是基于这个大众的 MQB A2 平台构架打造的，途观还有这个探岳是同平台的。那么动力上有 1.2T、1.4T、1.5T，增加了个 1.5T 呢，用上了米勒循环技术，但是卖的很贵，只是多了一个10马力，我不建议购买，买就买还 1.4T 性价比比较高一些。那么这个 121.4T 发动机呢，需要加95号汽油，用的成本比较高一些，150的一个马力嘛，对吧？动力上没有艾瑞瑞8好，匹配一个7-档的干式双离合，它连个14的都不舍得给你。干式的是靠风跑车子跑起来风给它降温，在拥堵的环境使用，它没有风怎么降温呢？一就是高温，里面磨砂片一高温就顿出异响出毛病。湿式的里面有润滑油在里面浸的，热量被润滑油带走了，我不怕拥堵，性能比较更好一些。所以说呢，发动机奇瑞的更好，变速箱也是奇瑞的更好。悬挂两台车都前麦弗逊，后面是多连杆悬挂，但是奇瑞艾瑞瑞8用的是一个双人悬挂的钢板悬挂，比你的速腾单人悬挂的好太多了，扎实感执行的更好。两台车实际开起来呢，速腾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毋庸置疑，非常优秀，德系的强项嘛，就是底盘悬挂调教很优秀。它艾瑞8也是很好的，动力呢还是这个艾瑞8更好，百公里加速8秒嘛，动力还更加强劲。而且它的智能这一块也很好，雄狮 5.0 的智能系统，包括你左看右看不专注开车的时候，它会提示你困的时候，它会给你放歌，智能化特别好，这点不是你速腾比得了的。所以价位主要说的价位是一个艾瑞8才10万出头，11-12万嘛，你速腾卖多少钱？是不是？只不过说速腾这个名字嘛，深入人心了，摆着艾瑞8换成大众的车标得卖多少钱呢？不得卖你个17-18万起步啊，16-17万起步啊，不得把迈腾给逼上绝路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两款车呢，如果你看的品牌的两例，你选择速腾，我认为它也给不了你所谓的什么面子，就是大众好听一些。其实性价比高，车的更好，产品力更好的绝对是艾瑞8要吊打这个速腾的，知道吧？以前要说国产车确实是技术上不行，这我承认。如果现在啊，咱们的国产一线品牌绝对要比你这些什么大众啊、丰田、本田要好太多了，知道吗？那没有开过或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，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欢迎大家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拜拜。